早晨，而家系2022年3月12日，呢个系约瑟伯南伯南漢弟兄应聚集一起嘅信。亲爱安息中嘅新娘，今日世界正在阅读头条新闻，以了解昨日世界发生嘅事情。恐惧、恐慌、导弹、核弹、毁灭、谎言、欺骗、政治、死亡。但新娘正在按播放制，听到神的声音，对他们说话，并且这样说：白袍、清义、预定、激情、启示、真理、秘提、永生。不需要害怕，甜心，我和你在一起，每一天的每一秒。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我所有的伟大的计划。现在看着这一切在你眼前展开。他们会这样说，这个是我们人生中最糟糕的日子，一切都可能在明天结束。而我们就会这样说，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日子，一切都可能在明天结束。神提供了一个方式，就是他的道，他派他的天使先知带着他的道呼唤他的新娘，带领他们到神为他们预备的新家。如果你想要我们拥有的同样的安慰、平静和保证，如果你想住在神为新娘准备的家中里面，在周日杰弗逊维尔时间下午12点加入我们，聆听神为我们今日提供唯一的道路，并聆听神为我们证实的声音，关于人的问题与解答，录音带编号63长话0324 M。现在是一个你将会在周日听到的头条新闻的小预览。什么将新娘联合在一起？神的道。道能到哪一个的身上？先知。哪一个是这个道的神圣解释者呢？先知。哪个是神对你的声音？先知。我们将根据哪一个的话来到判断神的道？先知约瑟伯南漢弟兄，直到下一次神保守你，并继续为我们在欧洲、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受困苦的弟兄姊妹祈祷，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需要你的祈祷。我听说乌克兰有一位五旬节派的牧师有一个祈祷请求，希望其他人祈祷他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对他们说话，赞美主。我们有神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每一个答案都在录音带上。哈利路亚，我为此感谢主，直到下一次。神保守你，愿你平安。
我是神对你的声音。